金光殿上元顶慈善会将事发扬人类济困甲互惠互助，并提倡社会福利，办理急难救助，发放千万助学基金，慰问独居老人等五项创会宗旨甲任务，继续扮演起维护社会和谐安定效能。数十年来，家会无数急难者甲千万学子。在今天1月27日在嘉义金光殿举办宣誓就职典礼，新会长杨志超会长连任，副会长吴松如和黄世伟，主任监察人黄三义，委监团队共同宣誓就职典礼。金光殿上元顶慈善会新会长杨志超表示，大家好，咱是金光殿上元顶慈善会，今天是新的咱四二第16届诶，迄个干部就职吼，咱就职的过程，咱会伫千岁爷面头前来宣誓吼。咱慈善会已经有40档的历史，当时成立慈善会是为着咱家里要复兴吼，所以伫咱正手边的大匾顶悬吼，有记录咱慈善会成立的由来。咱慈善会最主要做的工作就是急难救助，帮助咱大北门区艰苦人来度过这个难关，哦，这弘扬咱千岁爷，哦，对地方的关怀，哦，行为的献好来帮助大家，哦，伫咱这几冬来，哦，我是第三届，哦，伫这几冬来，咱一冬咱所做的案件拢有百几件，哦，来帮助咱地方的艰苦人，哦，发生几号急难，不管是车祸还是破病。咱拢会第一时间伫三工来将咱的迄个急难救助金送去因的手，吼、哦！咱正即届的所有的干部，吼、哦，咱迄个大家拢有心要共同做伙过来行这条路，吼、哦！咱的迄个会务会当更加重大，吼、哦！来帮助更加侪艰苦人，吼、哦！但只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有咱即卖会结合一寡社区。吼、哦，那一寡公益活动，吼、哦，比如咱迄个云南卖啦，分局捐一寡因需要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公所咱嘛有结合来做迄个一个独居老人，啊是迄个弱势单亲的关怀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公所顶间咱也有来捐爆闪灯、袖套，吼、哦，有来捐足侪物件，吼、哦，有结合地方。哦，是啊，即卖咱像咱副会长，哦，伊是迄个医业理事长，哦，咱迄个五副会长，伊是迄个免费请治协会理事长，拢会来结合来做这个公益。金龙殿新任主委表示，会长吼，杨志超吼，咱两位副会长，咱主任到场吼，今仔日咱所有几位吼。真欢喜吼，今仔来参加咱十六届咱的会长甲职员就这点内吼。我相信伫这边换血了吼，咱所有团队吼，为着咱上完顶主线的吼，应该发挥最大的力量吼，做好着咱大北门区吼需要急难救助的人安尼吼。今仔日阮等然后。摕到阮管理安尼吼，阮慈善委员会遮吼，有20万的一个迄个钱吼，要来咱送予咱上元顶慈善会安尼吼，嘛要感谢咱这段期间吼，咱用着金龙殿管理委员会吼，甲着结合着咱市的乡吼，因意愿啦吼，佮咱上元顶慈善会咱来做着迄个。迄个饱餐共享一个活动哦，已经伫到桥遐，也是伫咱北门区所有偏乡学校造成很大的回响哦。大家足侪学校拢来咧讨安尼啦吼。所以咱家里3000，咱的会长吼下期嘛要来加入，所以电量愈来愈大，咱按算伫下期要来做差不多有1000份左右的。饱餐共享吼，这款信息甲大家讲一下，特别嘛感谢咱四位乡、咱金义乡、甲咱上元顶慈善会吼，大家三边啦吼，感谢大家吼，多谢。
县议会长黄启前表示，咱两会长吼，啊五会长啊，五会长吼，啊就用相干，啊咱第三届啊国会执委员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大家有啥吼？真欢喜哦，今日来参加咱第三届啊，咱这个交接典礼吼，啊只小弟只荣幸，啊而且啊用这机会可能。国民可能唔知影按即个成立这次成立即个意义吼，但毋是伫民国67年正式成立，当时要成立是地方话提供买引进来成立即个金融电信环境组成会吼，所以按即个伫迄个前要加入这次成立，必须前世来头前，哇有三省八连锁，毋是伫中断咯，三省八来当参加，我就是第51个挂着。哦，所以迄阵的意义，包括我即摆讲一个信息，就是讲当时黄阿杜迄个经济遐尼好，来参加跋山街拢无少，毋是好个人，就去咱参加这个会啦吼。我会当安尼讲，那么过程中就是讲伫海山煤矿的赈灾，92的赈灾，哇，啊，咱的这个急难救助，啊，咱这个国中的迄个清寒的奖学金，啊抚养啊这个。伊个啥家务中心，而且咧指导，哦，像即个过程，啊，甲在伫我手，就是搁配合文局啊，即、這个伫端午节慰问独居老人吼，啊，因叔啊，小弟是担任第9届甲第10届啦吼，啊，那么伫小弟咧看咧，咱基层会长领导之下，比我办了搁较好，所以按直接搁拍一个报告吼，啊，应该就是来容易啦吼。啊，伫遐去太遥时间话，等下时间话，即个十月天话吼，啊，外口等要上啊。我简单稍微说明咱即个金融联上环境的即个由来。拄则会长来讲，就是讲咱当时成立，就是配合千岁啊。讲一句话歹听，迄阵个金融联哦，无钱，包括业务的靠背，即亲身经过我知影吼，迄、那个业务的靠背。个会啦，拢金融个上环顶主席会咧做，包括咱个迄个拜提公，正个拜提公第五个15拜提公，拢嘛主席会咧做。做连续做三届了后，哦，伫迄个76年会复兴过了后，较直接到哦咱迄个金融个管理员来办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啊，咱个金融个上环顶主席会有各位吼、哦、啊，甲陈水也好吼。哦啊！甲咱即个陈国宏，起诸于社会，用诸于社会，就是讲安尼，即个大众啊咧救济吼，啊而且啊感谢各位吼，啊咧参与着即届啊咱即个金融的上顶主席会，啊即基本委员吼，全体啊歹势，我拄只心情正话，即老主委啊，金融的老主委请我无着吼，啊金融连即新动算的啊，咱种方面面主委吼，啊甲咱即款诶，即个阮担当的吼。啊，当然啦，咧农委会长吼，啊，即下交给恭喜啦吼，啊，而且啊，即个假新年，啊，即新的一年，啊，向各位啊拜一个早年，啊，祝大家合家人丁平安，做新年丰收，在顶财源广进，事事顺利如意，感谢，谢谢。别来介绍一下。
新会长杨志超指出，在未来将结合社区公益活动，比如关乎分局需要的物件，公所也来结合独居老人，也是弱势单亲关怀。公所顶处也有关乎伊抱枕灯、袖套，还佫有足侪物件。最近金峰店新任主委也发起一些偏乡小学做中餐，今年度有500分，明年度希望会当做到大北门区有1000分，让偏乡小学的学生欢喜，会当提供一次餐。咱若如果结合校，学生如果需要帮助，咱会结合金峰店做伙，甲地方一挂团体共同来努力。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。